陈明顺是素人画家，他的作品入选过法国的沙龙展。他出身农家，从10岁就开始养鸡。因为我们同学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哈，你都是做农嘛，但是总是鸡拍死的，哎呀，做完鬼做干了不干红灾啊。他从小功课不好，唯一有成就感的是画画课。我3年级画起来比6年级还会画，我那个时候我就很大的震撼，你知道吧？他5年前重新拿起画笔，画了很多鸡，但他最珍惜的不是这些鸡的画，而是这幅母亲帮父亲掏耳朵的油画。陈明顺从小跟阿爸的感情很好。我阿爸在炒了这20担哈，都我那要去对，伊一定会去，一定会对。我那去对去随意来去大坑啦。阿爸每天过来找他，就帮他泡一壶茶，然后呢花生、电视甲切好堆，剩40分那个切的，乒乒乒乒乒，就跑阿了阿阿阿看耍安尼阿哎呦阿马仔都过拢。自从画画之后，陪阿爸的时间少了。我在画画。啊！我讲真的，我因为那个时候要我在画画，我无多啊，就一人哩对我，我想讲你内面，我无你个无个注意嘿，一个改造出来嘿。后来父亲在门口出了车祸过世。讲真的哈，那个时候因为我在3楼，你知道吧哈？那个时候我是想讲那爬起3楼，但是伊迄3楼嘛。一起要画笔的，但是因为微微，因为毕竟画画爱，就是这个。哎，对啊，因为入去时间八点钟啊，哎。他现在还无法接受父亲过世。父亲的主题会摆后面，先留着哎。先留着，主要是因为还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离开的情绪。对，现在还是这样。对。你有什么时刻特别会想到他？都，反正我现在都不去想，我就把我爸爸在我旁边这样就好了，哎。